你坐这儿来了，指着我，用手指头指着这儿。我做完之后，他还在这儿。一换手做完，他还在这个地方。是这个，你肩膀上可以做动作很大，但他是在这儿，你可以自己做这个动作，就动这个地方。看见我这个地方怎么动的了吧？往上挤在一起，然后就是檀中穴在走，你看。